大家好，我们是上集的，我们名字叫瓜拉。今天我们要做宫保鸡丁。制作宫保鸡丁的用料：酒中辣椒、芝麻油、甜酱油、蚝油、番茄酱、酸、干辣椒、糖。胡椒粉。然后将鸡肉、辣椒、洋葱、大蒜和葱切碎。Let's go!
把酱油放在鸡肉上再揉一下，然后把已经放了酱油的鸡肉放到面粉里再揉一下。酱锅烧热，然后倒入油，待油热。然后加入大蒜和洋葱炒香，
然后加入鸡肉和其他香料一起炒，最后加入辣椒粉和葱。Yeah.
Itu minyak wijen. Sebenarnya